各位好，我是婉雄哥。2021年1月31号将有 UR 券跟梦幻 SR 券要到期了。那如果你跟我一样遇到这个窘境的话，应该会有四张券还没有换。对，那相信大家都是一直想要观察天梯的环境。对，你很怕你换了某张又被限，或者是某一张在现在很强，过了没多久又开始落下去了。对，所以就一直拖，一直拖，拖到现在。所以基本上，今天的目的就是希望我选几张。今天的目的不是要推荐给各位，我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，说到底我选出来的，你觉得哪一张比较优先，或者是有没有更好的被我遗漏掉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那你有四张嘛？那两张 UR， 两张 SR， 那一个是三周年的，一个是 ZR 超量推出来的时候换的。那他们的差别很简单，你就按这个，然后你照这个上市时间排序点选卡盒，你就会发现第一张是超魔导骑兵，然后你再去 ZR 那边做一样的操作。好，那你就会发现超魔导骑兵跑到这里来了。对，所以就是代表说它可以领的范围就是比较少，那另外一个领的比较多，那我们就以这个为主。对，那我会挑选几张，那最后做成一张图让各位给我一些意见。对，那如果你觉得我有少挑到的也可以留言跟我讲，或者是你可以说你挑了什么。第一张我想要的是这一张钢轨过肩摔暴龙，因为我本身有在玩钢轨。那如果它两张，我觉得运作没有比三张来的顺，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特招点。对，好，然后接着再往下是我们的奴工部队。那奴工部队我也是两张啦，那不知道有没有三张的必要。但是像这种泛用的陷阱，就是越多越好，多多益善嘛。对。好，然后再继续往下，成长球精，成长球精，个人觉得摆个一张也算是蛮实用的，在那种堆木的卡片里面，它算是一张还蛮强的，对，它直接堆，然后直接跳一张上来，直接跳上来这样。好，然后再往下看，是这一张闪电爆裂。那闪电爆裂，因为它会亏手牌，它代价其实蛮大的，所以但是它可以破坏，对，所以对于堆木也算不错用。对，那不知道两张各位觉得够不够？对，那因为现在又有因果切断嘛，但是我个人有一个预感，因果切断可能会动一些线三的一些举动，我个人的预感。好，再来是岩招，那因为我岩招是零张。所以如果我要换岩招，那就我的召唤师我可能就要再换，所以可能一个就是岩招，一个就是召唤师，就是两张 UR 各换一个。好，再往下是这一张维英达。那维英达在各个牌组里面都表现得非常好，卡图又好看。对，那再加上如果之后零售又有再放出一些不错的话，它就会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点。但是相对的，像这种很容易被外挂的，大家都要小心，到时候就会被限制。好，好，那再往下就是我们的阿莱。那阿莱我是一张嘛，那如果换了两张阿莱，我召唤魔术一张，那阿莱的部分就解决了。那之后其他的召唤兽出来就可以来外挂了，对，就可以来当个渣男了。好，那接着是高等仪式术。那高仪术是一个只能用氪金才能买得到的卡，所以我觉得它也蛮值得换的，可以直接从牌组这个做代价，就是做那个送那个祭品，然后就直接做仪式召唤，算还不错。好，接着是圣枪，圣枪是防魔法陷阱的，那也蛮多人带的，尤其是那时候不知火的时期，蛮多人会带圣枪的。那因为我没有，对，不知道换个一张会不会比较好。好，接着是枪龙，那枪龙的话可以外挂在机械组暗属性的牌组中，而且它出来其实它不是很好解，因为它被破坏可以抓牌。那他只有被除外的话比较要小心而已，而且基本上就是封锁你的所有的战阶。对，好的，继续往下，那就是我们的这张红龙战车。哎呀，泛用的九星同步至今还没有，其实我这张我真的是还蛮想换的。对，但是目前为止比较常遇到应该是在白龙牌组，
对，那如果是有更好的，或者是各位有一些意见，未来更多展望，可以看到这张的这个用途性，可以跟我讲一下。好，来继续往下。好，就是大家就边一起看咯。好，接着是夜色。那夜间射击基本上有办法取代宇宙旋风，但是它缺点就是它没办法炫表侧的牌，对，这是唯一的缺点了。但是基本上后台全部被你射死，还蛮不错用的，因为雨穴已经被限散了嘛，那夜射就有它一定的重要性。好，再往下。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刻的，来就是银河旋风。银河旋风如果有两张也算不错，因为我目前是一张，对，它可以多拆表侧，但是只有下一回合才可以拆，对，也就是说它在墓地会有它的效果了。好，好了，接着封印的黄金柜，我只有一张，但是因为它被限二，所以如果你的封印黄金柜要放，就会被很多限二的卡给卡住，对，我觉得他暂时应该是不会被解限，因为他的检索力强，又可以帮助除外，对。但是有两张感觉也算不错。好，来继续往下，接着是三眼怪。那三眼怪有很强的检索能力，只是拿到手上是不能还不能使用的。但是他的强点就是在于检索攻击力1500以下的怪兽还蛮多的，对。所以如果有一些关键卡都是属于比较低星的怪，他就是很好用。好，接着是加拿大。那加拿大目前有两张，那如果换成三张的话，感觉也不错。但是因为月之书已经可能之后会慢慢放出来，所以加拿大的实用性不知道会不会就被影响到，所以这个可能也要再想一下。好，那依序往下，应该就剩下最后一张了，沼地魔神王。那沼地魔神王一直是融合牌组重要的一个 combo， 对，就是它可以当融合素材，也可以当这个融合。那只要这两个同时都有的情况下，就可以节省掉摆很多其他的废卡，对，所以这张我也蛮想要的。好，那我印象中沼地魔神王就是最后了，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整理给各位看。好了，最终结果就长这样子。那上面有编号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，或者是我漏掉什么好卡，大家也可以讲出来。我自己目前自己心里这个比较邪恶的部分，就是会有一点想要换阿莱跟这个炎昭啦，对，这样子我就可以成为一个渣男了。对，那维印达也是我的蛮想要的，因为维印达是一个很泛用，就基本上任何牌组都可以挂。那红龙战车的话，就是希望都每次九星都没有一个可以用的，对，就觉得很烦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 SR 吧。好，那 SR 部分我们就直接来看咯。对，好，那如果有漏掉一样就请各位提醒了。 SR 的话就比较好选了，就是其实能选的我觉得没有到很多，对，因为除了那些系统系列的，除非我真的对那个系统有爱，不然我应该是不会选。好，好来，第一张就是我们的这个青之眼贤士。因为青之眼贤士虽然我目前两张也算是堪用，但是三张感觉更好，对，但是我的太古白纸是有三张的，所以其实这个要不要满三，就是还要再想一下。然后接着就是光之远军，光之远军被限二了，对，但是他的堆木效果一直都很好，对，有了他基本上堆木就是很稳啦、啊、对。好，接着是我们的往下、再往下看，那有一些我已经满三的卡，可能大家没有满三，所以你可能觉得我有一些卡没有讲出来。那因为我已经满三了，我就不需要，或者是那张卡本来大概就两张就够了，所以我就不会特别拿出来讲。接着就是异族的集结，那异族的集结是现在目前为止比较常用在枪龙的这个机械组系统，对，那我相信这张卡应该是任何只要有系统性的挂起来都算蛮强的，就是可以直接跳下来，而且不会因等级这个影响，等级几个都可以跳，对。好，来再往下。
好，龙魔岛守护者。那龙魔岛守护者是对本身是龙族，对，那龙族就是一个。这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种族嘛，再加上可以检索融合，对，然后但是它被限二，所以一样就是很多泛用的卡都可能没办法一起用，对。那继续，好，对，我们往我们往下看，好，来了来了，真红眼融合，对，因为。现在虽然真红眼还没有出一些很强力、很强烈的卡，但是如果有了真红眼融合的话，之后如果出比较强一点的真红眼的怪兽，这张就很有用了。对，所以想要先收着，而且它一卡出大怪，其实还不错，拿来刷分或者是怎么样都不错。好了，再往下。啊，这个新生宇宙连接者，因为我的上一批是拿来换 Hero 的那个公车侠，跟那个公车侠融合，但是新生宇宙连接者也是蛮重要的一个，还不错的一个那个星宇侠系统可以用的，对。但是因为随着独善人的出现，其实这张的泛用度就已经没有那么高了啦。好，来继续往下。好，目前都没有，没有。那误伤队友我两张应该也够了啦。好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其实我的卡还蛮多的。吴克金也有他的那个，只要你有耐心，你也可以像我一样，对。但是就是可能很多重要的卡还是没办法到满三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是会随时间一些卡会随时间淘汰。你一时爽，不是代表你永久爽，你慢慢收集才是王道。好，再往下。好，哎，怎么那么剩那么少啊？对啊，可以选的真的不是很多吼。好，那看到了，狡猾。那狡猾的话，我是只有一张啦，因为它被限二嘛。但是如果再有一些魔法卡或者是怪兽比较多的牌里面，狡猾放个两张也算不错，而且。越来越多环境是可以把墓地的卡说除外的，如果你除外墓地的陷阱卡，其实狡猾就可以达到它一定的用途了，所以现在我是觉得还不错了。对，好，那应该是没有漏掉吧。好，那这个炼狱陷坑我觉得就应该是不用到三张了，大概两张就够了，因为它只能那个他只能处理1000、2000以下的特招怪兽，所以他没有到很强。好，强化复苏也大概两张吧，因为放三张会太卡，而且他还会卡后台。好，分段之壁我也满三了，圣杯我也有三张了。对，奇怪，我怎么记得还有一张？好，目前看起来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那我再检查一次。好，目前看起来应该是这样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有啦，还有一张烈焰侠。烈焰侠我觉得也算蛮强的，一召唤直接从牌组加一张融合，又是战士族，又是炎属性，对，所以他的这个。泛用度我是觉得其实 是还算不错，对，奇怪怎么都没有人拿烈焰侠去挂这个阿莱的，哦，因为可能他拉的是融合，也不能拉召唤魔术，所以其实可能强度就还好，对，这个我也蛮想要的，可以直接拉融合的卡。其实融合系统，各位应该看得出吧，我对融合系统的爱不输给对同步的，目前为止我觉得同步还是比超量衰一点，我个人觉得。好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整理。啊，我怎么可能会漏掉了这一张？哦，好险，有及时看到超能反射者。那这一张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，就是可以单卡就可以直接同步出等级6到8的都可以。对，所以还算蛮好用的啦。对，而且它这张它只能氪金，所以这一张是我还蛮想要的一张卡。对，目前也只有一张，因为你如果你用宝石买，正常来讲你只会有一张。好，那我们来整理吧。
好，那大概就是这八张啦。目前最倾向于是想要换超能反射者跟真红眼融合啦。对，那大家给一些意见。对，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中各位换了什么，那就希望大家我们多交流。那因为有一些卡我已经有三张了，所以基本上已经有三张的卡我就不会再列出来，或者是我已经认为两张的卡我也不会再列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啦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集思广益，爽一波。